现在请叶海中弟兄来好吗？好，哦好。基甸会啊，基甸 International 是专门一个送圣经事工，一个传福音一个事工。你在美国的旅馆里边打开抽屉，就是他们送的圣经啊。神啊，为什么是我？刚刚做完 CT 扫描的 Joanna 是位年轻漂亮的妈妈，她有非常可爱的两个女儿，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心里被深深的绝望、孤独和惧怕所淹没。2017年的秋天更寒冷，她的胃部充满了 CT 扫描的试剂，非常的不舒适，一个人走在 Flushing 街头。她认为自己不是属于神的，神已经放弃了他。他刚刚被确诊为胃癌。神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转头不看我？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，神竟然回应了他的祈求。一位韩国弟兄把一本中文的圣经带着祝福传递到他手中。这个街角处的这本圣经，这个温暖的微笑，成了神触摸他的手，他感动无比的哭了，忧伤的灵就此离开了他，他内心得到了平静。甚至之后他见到自己的丈夫，竟然说，我错了，我只爱我自己，我太自私了。他相信他和自己的丈夫可以共度这个难关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好久。朱安娜就是我的妻子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的灵魂和主耶稣在一起。但是我感谢神，在这巨大灾难中时时刻刻的看顾保守，是从这本基甸会圣经开始。他的灵魂已经接回了主的怀抱，我们的主耶稣甚至安排了一位我们并不熟悉的牧师，在他弥留之际做了认罪祷告，并且牧师的灵见证他灵魂飞回了天堂。而这本基甸会的圣经就作为一个他最宝贵的礼物放在盒子里，被他小心翼翼地留给了孩子们。这个珍贵的见证一直保存在我心里。我们基甸会总部经常会收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又鼓舞人心的见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甸会员要担任这一独特的事工，是为了看到一个个生命在阅读圣经之后彻底地发生改变。正如以赛亚书55:11所说，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。现在请允许我再分享一个见证。现在我可以杀掉我的老爸了，经历了多年每天受虐待的日子， Raymond Molina 恨透了他爸爸，然后决定要杀了他。这并不容易，他想了很多方法，他的策划每次都失败了，然后他决定需要找个武器才能杀得了老爸。但是没法拿到武器，他最后决定去参军，就能拿到一把枪，并且学会如何使用它。在陆军经过几个月辛苦的训练，他终于得到一把枪。现在他想，我终于可以杀掉我的老爸了。就在那一天，几位服装整齐的基甸会成员来到军营，分发给每一个士兵一本基甸会的圣经。他们解释说，这本书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在做重大决定之前。那个下午 Raymond 开始阅读圣经，每次阅读圣经之后，他就感到对父亲的恨意稍减。他会对自己说，好吧，今天我就不杀他了，但明天一定要杀。一天天，一周周如此过去，直到有一天，瑞门跪倒在神的面前，求神的宽恕，也接受了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。今天瑞门是一家致力教会的牧师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发现一旦人读了神的话语，他们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了。他们分享的见证一再证实，一本你捐出的圣经或者新约，透过上帝的力量可以做什么。我们只能敬畏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语。在美国，在这里
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还不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的救主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们的帮助请从祷告开始。首先祷告我们有足够的圣经，足够的资金购买圣经。当你听到基甸会的时候，你可能想到旅馆里看到的基甸圣经，这是我们的重要施工，但这只是我们全球施工的8%。我们如此做已经超过了100年。通过众教会的持续奉献，国际基甸会也会在中学、大学、医院、监狱及其他重要的公众场所派发圣经，大部分都被派发到下一代人手中。我们也提供圣经给警察局、消防队、医疗人员和军队。自1908年到2018年，已经超过22亿本圣经，107种语言版本被派发到各个不同的场所。其次，请帮我们祷告，有更多的人加入基甸会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灵魂的需求。基甸会是教会的一部分，所有基甸会员都是已经重生的基督徒，是我们从事商业或专业的人士。截至2017年初，国际基甸会在200个国家及地区有组织。最后，祈祷那些收到神话语的成人和少年人，不仅打开圣经，同时也向基督敞开心扉。基甸会会将基甸会的在旅馆里派发的圣经仅仅价值5元，但是平均使用寿命是6年。在这5年中，他有机会和2300个人接触，就试想这5元可以影响到两千个人的生命，有可能，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5元。如果今天神为基甸会的施工打动你的心，请考虑支持国际基甸会。当你支持国际基甸会的同时，也是在与基督同工，影响生命。这本基甸会的新约圣经只价值1.25美元，这只包括印刷和派发的成本。教会的侍奉100%用在印刷圣经上，我们的行政费用全部由会员来承担。你也可以通过基甸卡来派发圣经，像我们的外边就有一个架子，你可以用它来纪念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或让别人知道你在想念他们，一个独特的方式，以神的话语去触摸生命。谢谢肖牧师，谢谢弟兄姐妹们，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国际基甸会的施工。今天能来参加你们的敬拜非常的荣幸，愿上帝与丰收灵粮堂同在，圣灵与教会同在，阿们。